好，我哋跟住落嚟第二隻歌係我將會送俾大家嘅。咁講少少咧，呢首歌係因為點解會唱呢首歌呢？因為六月嘅時候，我知道我哋喺香港咧有遊行啦，咁就香港就唔係咁開心，咁就所以呢首歌就送俾大家。咁政治嘅嘢唔講咁多啦，我哋開始。